落去嘅建議，我努力咁向政府爭取你哋嘅訴求。我見到你哋非常之克制，但係又非常之團結，呢一種行為令到我非常之感動。我希望職工會很快就得到一個交代。特首講嘅啦，我支持你們。刘德华的出现令到一班连日来在种种集会的香港电视员工情绪更加激昂。一个香港电视的助理编导严嘉怡就将一些大家在银幕上面见不到的画面剪辑成一条短片，为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表达他们的心声。